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要说这个张家辉和刘青云这两位影帝，那是一个是有名的敬业，一个是有名的爱妻。不过呢，两人到一起呢，就是同样变得都很爱开玩笑。那传闻影帝张家辉和歌神张学友是亲兄弟这事儿呢，在江湖上呢已经传了很久了。对，不过最近哦，这个消息被影帝张家辉亲口证实了，真的让我们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。正面、侧面。撞脸撞成这样，张家辉和张学友这二位张氏，想说不是亲兄弟都难呐。他唱歌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。以前我不公开我跟他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不想靠我的歌，所以到现在我拿奖了，我就公开我跟他的关系，他是我的哥，亲哥，我是他的亲弟。辉哥，您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呐！前几天才忽悠大家你跟张学友是亲兄弟，这回又来，知道你俩长得像，但是撞脸可不一定是亲兄弟呀。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影圈，都有好多好多人，觉得我跟我哥很相似，还有在报纸杂志上，有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，也会误会是我来的。哎呦喂，瞧瞧咱张影帝的淡定语气，不知道的观众可真是会上当哦，还不快快老实揭晓谜底。这个时候我说开这个玩笑，我觉得我能骗到好多骗到好多骗到好多好多人。